早上啊，兄弟！前段日子啊，突然我发现到啊，身为怡宝仙家的我，超级的惭愧。原来怡宝啊，有这么多打卡地方，我们都没有去过。我们是比游客还游客的怡宝人呢。所以为咗维护我哋怡宝仙家呢个岛，我哋呢一次咧就去怡宝打卡嘅圣地打打卡，你看看附近啊有什么好料吃，介绍给各位兄弟嘛。到时来怡宝的时候，你就可以找找东西吃啊，打打卡这样啊。然后最近啊，我也迷上了打印照片出来，因为想说啊，这样打印照片出来啊，就比较方便观看，这样啊，也比较有 feel 一点，就像我们小时候的照片这样啊。你走过去干嘛？哎呦，弄到很美一下的呢。哎呦。然后还有之前啊，就还没有放进去了。我觉得手在相簿那边啊，看的时候有那个感觉一点啊。所以等下打卡的照片啊，我们也会打印出来啦。那么非常谢谢 Brother 赞助我们这个影片，谢谢干爹。这一次的行程呢，我会去三个地方。首先第一站，当然是找东西吃的喂，我干嘛？这样我就打算去吃那个咖喱面，哇，想到了流口水哦。OK， 我哋出发啦！然之后我哋要签啦，因为啊，我哋打卡未要两个人影嘅，啊，咁我哋就可以揾个电灯胆嚟帮我哋影。OK， 这样现在呢，我们就去吃那个林良记牛鸭咖喱。如果你是吃西坎的啊，哇，应该睇到就一流啊！但系我唔食西坎，就吃那个烧肉，烧肉也是好正啊。OK， 现在我们就出发去那边。我们自己去啊，其实很靠近不了，大概五分钟这样就到了。但系呢，就好多人，我攞牌仔排队噶，我都惊佢卖晒啊！而家九点几。啲垃圾燒肉，開三房。哇！呢度都有石，都有就子，慢慢嚟，唔好緊張。好多嘢係要等嘅。佢突然間就出嚟啦。仲啱冇？正。它咖喱就是很濃郁、很香，辣度係少辣啦，配翻嚿燒肉先。烧肉都好正，好脆。比较可惜的是，我们是不吃那个喜汉嘛。如果你喜欢吃喜汉的话，你可以加。这是阿美。行啊。哎，羡慕。今天的烧肉很香。烧肉好正。哎呦，我的衣服中了。所以来这一次啊，尽量就是不要穿白衣，不然那个三分钟也。我觉得他把那个火鱼切碎啊，这个是蛮特别的，吃了好像有一种清新感这样。没太腻。OK， 吃一个靓早餐，哎，心情连线不同啊。这一家真的是蛮推荐大家来的。那现在呢，我们要去我们第一个打卡的地方啊，清心岭。阿姨没去过。你都唔带我去大大啲。哦。我就去过一次啊，那时候就是拍摄，然后很匆忙啊，就去那边逛逛，就没有什么了，都非常多年了啊。现在我们在跟姨在那边打打卡、拍拖，同埋要点点点。这里就是要买入门票啊，一个人是要12块啊。然后 public holiday 是没有开，还有星期日也是没有开啊，因为太多游客咗就会影响到嗰度啲居民啊，惊佢哋闹啊啲咁嘅嘢。OK， 现在我们就决定踏脚车进。哦，这些脚车就是不用另外租了就可以坐了的。就走先。OK 啊，出发。好似好唔惯咁你。系啦。好重下你嘅车拎。喂喂喂！唔識嘅，喂！我仲驚得控制嗰啲嘢咩？而家你哋兩個拍拖，變咗我哋係咯，係咯，你係第三者啫。係啊，第三者。哦，幾特別啊！啲嘢都可以打卡嘅位都好多。呢個以前嘅婚紗照，以前嗰啲婚紗院啊、鐵打酒啊嗰啲咁嘅嘢。上去上去先，喺度都係打卡。这里就可以买那些饲料啊，去喂鱼一样啊，好清闲嘅一个地方咁咯。生意兴隆，多多干爹揾我哋。我们今夜上我认真哦。导演系要认真啲嘅，条最高嘅咧，讲最高嘅最容易实现嘅。最高最容易实现啦，偷鱼嘅人啊！
咁高嘅。哦，暗高啊，冇啊，我谂住去呢度有个目标。哇，佢哋掉到暗高嘅喎。你咁讲。掉得咗吓，心想事成啊，大家健健康康。掉到先。推你落矿嗰度咧。你拉嘢又系咪推 ？OK。如果你瞓到我啊。我嚟噶啦。唔识喐嘅，证明有啲重量嘅，唔知啊。你食屎啊！到你拉我啊！咁得啫？唔系。我靠！好有重量啊！我只系个爽。喂，好啦喎，我拉下你好远噶啦喎，你好意思冇啊？抛你啊！爽，真系爽，我体验下我真啦，等我拉。我哋上山啦，今天来这里啊，应该是我一整年的活动量了。这个有一点吓人，听到成个好凉个风一路咁样吹住嚟，呢度比较舒服啲。Ice 格掌，我真系有去过啲咁嘅电发店剪头发嘅咧，我工程人带我去咯。系。咁多钱啊嘛，你会喐到唔得？现在非常多的小孩都没有经历过这种厕所，以前就是去我婆婆那边，因为开大要去比较远的地方，然后就像这样的厕所，然后早晨一开的时候全部淹死围住，哇，我阴影啊，细个嗰时，而且夜晚黑唔敢入呢啲厕所，唔敢哦，早晨都唔敢啊，仲有大潮嗰啲淹死，哇嬲喂，这里就是蛮花的，所以要小心，这里比较潮湿啊，因为系啦，嚟准备一二三。Okay, 我们就随便这样逛逛啊，打打卡、啊。这里呢就是蛮舒服的，环境也是很优美，就很适合一家人啊来这里啊走走逛逛这样啊。但是呢度呢就系冇乜嘢玩嘅，就系行下咁嘅啫咯，就可以坐下脚车啊，都几过瘾嘅。OK， 那现在呢我们就要去下一个地方啊，但是它就不算是怡保区啊，它是江沙那边，我就想去很久了，就一个打卡的地点呢、啊。我上网看别人拍照啊，那边就是蛮美的，然后也找找东西吃，这样，咁我哋就出发啦。冷静，把眼往锁。哎呀，到黄沙了！现在我们就去找一下那个古早味的包啊，看看哎，正唔正？我哋有好多人推荐啊。我们现在是要去对面这一间啦，悦来茶室。OK， 刚才就是那个包也没有了，卖完了啦。然后我们打算去找那个叻沙咯，佢都冇开。然之后我哋就嚟呢度咯，呢度都系叻沙嘅，屎坑同埋有用菜啊，呢度三宝，我们就来这里试试看啦。哦，这里的拉萨的面是不一样的，这里的是有被包好的哇。谢谢。OK， 一百哈够。好，拜。哎，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有拍完。啊，还没有，还有用菜。来，我先拍一下。原来唔同就系冇个虾膏味。其实一个食法系将个蛋黄整散。蛋黄整散去，侵入个汤嗰度。系啦。哦。试下，试下。我觉得值得一试啦，因为就跟你平常知道的拉萨是不一样的，有啲分别嘅。同埋反正系一样的口感会比较绵一啲。像我就不吃鱼，所以就没有尝试啊。我食鱿鱼翁菜。所以每个地方的拉萨都有它各自的特色啊，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而家未食，你唔食嘅你哋？呢个唔啱我。唔紧要，鱿鱼翁菜啱我。拉萨他们吃到就是蛮特别的啦，那个粉啊也不一样。听说只有江沙有。对，又系江沙独有嘅特色。那如果没有试过了，可以来这里啦。它的鱿鱼翁菜也是不错，只是有一点辣了。我知道，就是如果你们不能吃辣的，可能你要跟他讲一下那个辣度啊。然后老板他们刚刚就是太客气了，请我们吃。哎呦，真系唔好意思噶嘛。哎呦，现在我们就是要去啊江沙非常出名的这个打卡圣地。OK， 这个就是我们打卡的第二地点啊，它就是维多利亚桥，它本来就是那个火车路来的，现在就没有走这个了，就改成这个观光地点这样。这个桥已经有百多年的历史了。这个我再这个我。我人冇咩死穴，我净系惊高。本来你系咪所有嘢都谂住好美好？系，本来系咧，我谂住哦呢度好好行咁嘅，应该冇得惊。唯一没有想到咧，它是有风的，然后就是能看到下面的，然后我就怕。我之前行到过浅浅嘅，我哋应该啊，它走这边啊是完全是安全的，因为它就是没有风的，比较少啊。反而那边比较靠旁边嘛，更加危险一点点。现在我很佩服来这里拍照的那些新郎新娘啊，佢哋喐到咁行，仲喺度行，哇！这里的景色。讲真的
真的是很漂亮的。我都还没有走到中间那边，我都 feel 到佢嘅震撼。睇住嗰个河，你想象下，本来我再想象咧，呢度系一个咸蛋黄，可能落紧山，唔知边一边啦，个阳光好靓嘅。点知啊，我落水，唔紧要，呢个都算啦。仲系行得又难嘅，好多人惊。我咪夹。应该大家可以理解我吧？你哋唔笑我噶嘛？本来可以直接从这里过的，但系我实在做唔到，我唯有兜粒浪落去，再度行上嚟。哦，唔怪之佢哋讲行呢度村啦。OK， 啊，向前多几步得冇？快走，快走，快走！啊，下雨啊，下雨，我好惊啊！诶，坐到咁嘅老婆咪好啊？你帮我遮咧，哇！但我相机滴紧水啊！我遮相机系。我头乱晒咧。OK， 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啦。昨天江沙那边突然就下大雨啊，我哋好多地方都冇去到，同埋冇食到啦，因为一时又埋晒去啦，同埋落水，我哋都去唔到第啲地方啦。咁今天呢，我们有了多一位仁兄阿轩。这样等下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呢，就是走走逛逛这样啊，还有一些小东西玩了，就比较适合带小朋友去的嘛。像现在呢，我们就要来吃一个，我个人是蛮喜欢吃的，就是西餐。像它的特色啊，这里的西餐啊，就是大件啦、大食啦，咁样样。本来我就想叫多那个大陆面啊，不过姨刚才叫了很多东西一下，我哋就迟啲先再嚟试下啦。大份的这个就是杂扒，它就是有鱼扒、鸡扒还有鸡扒，然后它就是还有 hot dog 啊、鸡蛋啊，还有 onion ring 啊、面包这样，它就是蛮大份的这个，而且价格也不会说太贵啊，这样的一些是要30多块，我觉得系好抵食啊，喺度有好多扒。另外呢，我们就是有叫鸡扒还有鸡扒，那个鸡扒是 Maryland Gay， 它的酱呢是有两种的，一个是黑椒的，另外一个是洋葱的，我个人就是蛮喜欢它的洋葱，咁我就买先噶啦。它猪扒就是炸到很脆，然后它里面呢又嫩嫩这样，不会说很硬。我食猪扒我惊食到啲硬硬的那种，这个会不会？然后刚才我们另外点的那个猪扒就唔一样啦，杂扒呢只咧就系炸的，我几中意食呢个。啊，正系讲到一样嘢，佢入边咧仲有俾两个青蚝你噶，不过我就唔中意食青蚝啦，同埋鱼扒呢个就交俾 Jenna。另外我很喜欢它的 onion ring， 它比较不像出面有整那些面包糠咁啊，系挺好吃的。点呢个酱？等大家有机会来的话，记得试试看。那个汁啊，其实淋下去我觉得是比较好吃一点的，就比较吸收这样啊。但是就怕阿欣不吃嘛，所以我就没有放那个汁下去了。平常我们都漏买的那些汁，自己真的是非常多人，通常都是叫这个西餐，还有那个炒粉比较多。OK， 我们就吃完了啊，那边还是非常的正啦。但系咧，如果你嗰日着到靓靓咁样啊，就要注意一下啦，嗰度系几劲油烟嗰啲咁嘅嘢嘅，同埋会比较热少少嘅。现在呢，我们就要去我们最后的打卡地点啦。那边就是有一点东西玩啦，嗰度系叫咩路狗洞，即系我哋食嘢嗰度咧就叫南区啦。阿轩你做咩啊？想点啊？阿轩知道能出来的都是非常的兴奋。OK， 我们就来到了啦。今天应该是普通日子啊，所以就没有什么人吧。这里就可以租这些车啊，去浪街啊，这样啊。我们就租了一辆那些电动车，浪一点不浪。来来来，阿轩来，我们去。Masa berapa lama? 20 minit. 20 minit. 像四个人的车呢，就是40块20分钟。六个人呢，就是50块20分钟。我们租六个人的。这个是最快的。摸咪踩准了。是啊，踩准了。最快踩准呢度系30只。好凉爽啊！呢度咁样慢慢咁样系几个人。悠闲悠。悠闲悠闲咁样，好舒服，好舒服。爽唔爽气？我觉得拍下次再下去，然后就是不会的。来，就这样，耶！哦，这是楼啊，你会不会啊？哈哈哈哈哈！已经说，没，那边的快点，快点，第一道那边啊。OK。哇！来喽，带你的车来不是可以啊？先，我们将你的车改装要不要？改装成灯的，不要撞到人啊！惨了哦，下雨添。阿轩最开心啊，我哋淋水啊。
来这里的话都是小孩子比较开心啊，他们玩得比较爽。哇 ，Hello Kitty 哦，又攞晒灯哦，哇，真系好少女咁啊，真系。来这里啊，这里圆圈这里，对，看这边。其实还有一些东西我们都没有玩到啊，本来我就想租多一个小巴士，这样它就是双层的，站在上面这样啊，拍些照啊，吹吹风啊，都比较爽的。但是要落水，光晒啊，搞。一定是累的问题。哎呀，好不好玩？爽不爽？下次再来好不好？这么快，真的啊！现在好不好玩啊，同学你？明明就不想。咁多位，我而家系真正啊，依部时间，所以啊，你们跟着我这样走就对了啦。虽然说这一次我们的外出啊，就不是太顺利啊，天公不作美，呢个系冇办法嘅嘢，所以我哋最紧要。这样我就选了这些照片要打印的啊，然后我们的 printer 啊也是 brother， 它的型号是 DCP T420W， 这样它就是非常方便了，只要你下载 brother 的 app 啊，它就可以打印的啦。或者你啊入一落电脑嚟 print 啊，咁样都系得嘅。但系我觉得诶落电话就搞掂啦，非常之方便。我们打开 app， 然后选择打印，然后再选择照片，然后我有放了一个相簿的，就是这些，然后选择照片就可以的啦。这样打印照片的话，我们是要使用 brother 的 glossy photo paper， 但是打印出来真的是惊讶到我，它的质感呢真的是非常的好。咁个用法都好简单嘅，就系放一个 glossy photo paper 很拉美，然后选择了照片按打印，咁就可以了。然后打印照片的 setting 啊，它是有两个，一个就是可能 quality 没有这样好的，另外一个就是高 quality 的。如果你是选高 quality 的话，它 print 的时间就会比较久一点点啦，但是那个质感真的是非常的好。选那个普通的话，它打印出来的质感就没有这样好，可能就有一些噪点啊，这样啊，所以我是建议大家选择高管理地了。它打印出来的质感真的是非常好，我很喜欢这一张照片的，哇，要 feel 一个。嘻嘻。这样我们就先把其他的照片都打印出来先，等一下再给大家看。OK， 我们就打印完出来了啊，我真的好惊，这是无极的，同埋一个。彩楼啦喂，这张我也是蛮喜欢的，咁多张最中意系一张，咁我想诶几有 feel 咁啊。啊，对了，如果大家选购 ink 的时候啊，一定要选择正版的 ink， 大家都冇谂到 ink 都有分翻版嘅咩咧？因为用翻版的 ink 啊，可能颜色啊就会跑掉啊，拼出来就不是那么的漂亮啊。最重要啊，它可能会损坏你的 printer， 而且啊还会弄到没有了warranty。然后其实啊，大部分翻版的 ink 啊都没有正版的耐用，像这个型号的 printer 啊，一般上它可以 print 7500张，如果你使用翻版的话，可能就 print 到一版的量罢了。这样要怎样分辨正版的 ink 呢？就是看它这个 sticker 了。你可以看到啊，每个角度它的反光的点都不一样的，总共就是有四个 marking， 这个就是正版的标记啊。或者你可以去到 brother 的网站看看啦、啊，他们还有教怎么分辨的。OK， 咁而家咧，我哋就将啲相放喺相簿入边啦，啱啱再俾大家睇下，是不是打印出来了就比较有 feel 咧？而且照片的质感也很好。以前的照片啊，他是拿着 memory 卡去嗰啲相点仔啊，我相信啊，以前嘅相点仔啊，成冇使咯，我一架机咁我你去到嗰度编嘅，哦，自己拣嘅，即系笃电话落去插咁啊，从头一下就自己拣相啊，就自己笃嗰啲嘢，我都好啲。吓死啊你！这一次我们去打卡的地方啊，大家如果有来怡保的话，可以去逛逛啊。虽然说一个就是不是在怡保区啊，是在江沙那边，但是我觉得那边拍照真的是蛮漂亮的。但你不用围攻个雷啊，你也好了好了啊。这样最漂亮这些地方啊，当然是普通的日子去啊，周末那些就比较多人啊，然后就拍照打卡，然后再用 brother 的 printer 拼出来啊，记录一下同你家人的快乐时光，完美。可能你现在看的话，你会没有什么感觉啊。但是三年、五年、十年后，哎，怎么咁讲啊？再睇翻啲相嘅时候，就非常之有味道嘅。
那么现在 Brother 正在举办 Zoom 来压促销活动，凡购买 Brother 指定的打印机消耗品啊，像 N 啊还有 Toner 就可以得到 Touch and Go 一波的回扣。 Zoom 来压优惠活动期限从3月15号开始，那么大家记得购买正版的 N 还有 Toner 啦。那么我会把详情还有链接放在说明栏还有留言区啊，大家可以去看看啦。 OK， 这样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啊，如果大家喜欢的话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啊，打开旁边的小铃铛，也去我们的 FB 还有 IG 看看啦。我们下个影片见，拜。